2018年9月15，农历8月初六个，五福六顺进家门。亲爱的朋友，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，送去一份顺心顺意的祝福，祝你工作顺，健康顺，心情顺，事业顺，家庭顺，情感顺，运气顺，财富顺，事事顺，时时顺，天天顺，年年顺，一生一世顺顺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